嗨，各位支持奇哥、达哥、其他这一家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！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呢，我老婆把马桶的那个冲水的把柄里面弄断了，因为它已经老旧了。那今天我要来当水电工，一日水电工，来跟我来。这是这个马桶的那个把柄已经被弄断掉了。其实有时候我们找水电工来修呢，可能就要花个500、1000块请人家修。基本上呢，它就这边已经裂开了，裂开了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把水拉起来冲。好，所以我待会要去五金行去买一支，或特力屋去买一支这一个的把柄来把它换上去，这样它就可以恢复原状了。其实这个东西自己学就可以把它完成哦，也可以在生活中获得一点成就感。好，那等一下跟我一起去卖场走。好了，这个马桶的这个手柄已经去买回来了，只有花了40块，来跟我来。喝着。那过来。先把它拆起来。我靠，这那么紧啊。那边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活动扳手，把它调跟的差不多一样大的，再把它转一次，把它转松，取下来。活动，这整只手柄就取下来，就已经没有用，因为它旧的这个塑胶的啊，就是。裂开了，失去了强度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新买的，把它装进去。哦，不对，要先把它转开。续一下，装进去。哦，这个有方块，把它贴起。接进去，转紧。哦，这个可以扳手可以扳到自己想要的位置。好，再把这个水柱子把它挂上去。挂进去了，关起来，来测试一遍看看。完美，这样就换完成了。好，谢谢。